同修做梦，他现在在超度他爸爸，他爸爸妈妈都去世了哈，他现在正在超度他爸爸，念了一波49章，然后还有两波21章的那种，然后就发现有一天他梦到嘛，他妈妈也去世了嘛，梦到他妈妈在他们家整理房间，整理他的衣服，然后衣服中间呢就看到了他爸爸的一张照片，然后呢他爸爸那张照片呢还在发光，然后同修不知道，因为他爸爸这波抄掉还有4张小房子就抄完了嘛，所以问问师傅他爸爸是不是到哪里去的，就是照片会发光的。他爸爸照片会发光是眼睛看花了还是真的？梦中间啊，梦中是吧？那梦啊，那就不要讲了，对对对，那一定上天了。上次，那现在就不用还用再抄吗？再给他保险，你们念17章呀。哦，就是说这一波念完17章一波就可以了。对了，对了，嗯。嗯嗯，那他妈妈也去世了，那个妈妈也要抄吗？他梦见妈妈在整理衣服。问题是妈妈在整理衣服，就准备投胎了。好。赶快给他妈妈念，照片发光一定上天，照整理衣服嘛，准备投胎呀。哦，我知道了，师傅。